当 iPhone 用户购买了坚果 Pro3 最后有福利。哇，这个颜色和外观也太漂亮了吧，好看好看。当然买了坚果三大王牌功能，大爆炸、一步、闪电胶囊肯定是要体验的。大爆炸用的最多的就是炸文字，比如手机上一些不允许复制的区域 iPhone 做不到，按一下全炸出来了。无论是复制、分词、编辑、翻译、搜索以及更多的系统操作都非常方便。除了炸文字，还有炸声音、炸录屏的操作，比如在嘈杂环境下看抖音可以帮你自动生成字幕。最爽的还要数一步的分屏操作，最多支持四个应用多窗口多任务运行，边看视频边聊天是最基本的操作。多窗口操作交互，比如刷微博看到一张好看的图片，拖拽即可直接发送到，还可以通过拖拽快速发到等等。分屏功能 iPhone 用户不知道喊了多少年了，苹果一直无动于衷。我觉得有没有是苹果的问题，用不用是我们的选择。我们可以不用，但你不能没有，而不是你来替我们做选择。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人性化。闪电胶囊只需按住专门的快捷键，即可准确识别声音，转化成文字。后续的操作，比如搜索、编辑、转发，都是非常自然的操作。还有这个强迫症必备的消息通知一扫光，都会让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很用心，用着也很舒服。相较于 iPhone 动辄七八千上万的价格，2000多买了这样的手机，你就拿在手里不玩都会觉得很值。对了，最后有个小福利，如果你想购买坚果 Pro3， 点击下方链接，购买时备注 Apple 即会赠送坚果快充移动电源。我们下期再见。